那么呢，这个你们成立啊，就是说至今啊，已经这个15年以上，这个不知道将来长期是有一些，这大家现在都讲到要转型啦、啊，发展的战略啦、啊，有的人提到什么数位转型，有的又提到什么线上线下这怎么样子的这个合作，那有的提到说啊，这个要跟一些其他的机构策略联盟，那我不知道站在爱的书库的立场，你们有一些什么长期的战略思考的规划以及想法。跟总裁报告一下哦，目前书库成立16年来啊，我们也是开始发展线上跟线下了。我们除了纸本书库、数位书箱，然后阅读延伸，阅读外，然后我们也正式就是从那个数位学习来发展，然后也成立了一个那个数位阅读，然后成立了一个数位阅读网，然后来培养那个孩子一个数位学习的一个趋势。那这个数位读写网啊，里面就是会培养孩子，就是比如说打字的能力呀、啊，然后短文阅读的能力，然后怎么把短文变成缩短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句子，然后或是两篇相干的，就是有相同意义的文章，然后能融汇成一个文章，然后让他们来回答这个题目，然后来。又发展成我们有一个数位竞赛。那数位竞赛的话，就是来训练，就是从我们的数位读写网这个网站来培养孩子的一个理解跟思考，还有阅读的能力，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专题，然后来参加这个竞赛。然后我们从一开始参加竞赛啊的十几队，然后到现在啊，我们今年就。国小就有235对，然后国中480对的审核通过，共计有2597名学生参加，然后还有1183名的老师的一个指导参加这样子。然后在接下来，我们也会成立一个那个共读馆。然后我们所谓的共读馆呢，就是会有设立主题书展区，然后每季有更换一个书主题书这样子。来，例如有谈教养啊、台湾文学呀、品格教育啊、多元文化教育等等。然后，另外我们一楼也会有一个展演的空间，可以让来办理音乐会啊，或是演讲等等的活动。然后又有共读区等等这样子。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啊，对不起是。打断，就是说这个最近啊，就是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，那个这个所以很多的这个学校，这个小孩子都不上课了啊，就在家里啊远距教学。那远距教学呢也是线上啊，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什么什么学习网、什么爱学网、什么什么的，这样子的这种线上的学习，跟你们呢现在这个就是数位的这个是不是相似？然后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互相协作或配合的地方？哦，跟总裁报告一下，我们数位读写网就是线上的一个让小朋友自学的一个平台。那我们也在7、8月这个暑假，然后推出了一个那个线上学习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我们用FB 直播，我们邀请了7位线上知名的作家，比如说李伟文老师啊。然后还有那个李梅里老师啊，然后来林哲章老师啊等等，来做一个线上的一个共读的活动，来推动小朋友就是喜欢阅读的这个心这样子。那我们从昨天开始报名，那几乎我们总共推了24堂课，几乎已经都快要报名截止了，哦，这都已那你经。一堂课这个线上可以加入几个小朋友？哦，我们每个老师的就是。限制的人数不同，从30个到100个不等的每个，对，每个老师都有每个老师想要的一个学生人数，然后来做一个教学这样子。是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台湾，就是说是这个学习的这个热忱还是蛮热烈的。